比初度吹讲客家音乐，特别是客家话期盼客家婚礼歌位增强比赛，而鼓励音乐创作者发挥创意，同客家元素融合入一个结婚的音乐当中，总奖金有30万元咯。这种作品也会适合起来发行，也全世界提供客家婚礼歌位专辑。现在幸福的音乐声响起来，生意慢慢的行业分离的飞冲。现在后生人为了爱本自家的婚礼和那贴片，各种流行的情歌开始在婚宴的礼堂上弹耳朵，甚至就连客家歌的就有可能是后生人的先车。让大家知道客家也可以，就是很现代，也可以很浪漫。所以我会想要，让我的婚礼的背景音乐可以融合一些客家的元素。特别是哈比比就是的台前用种奖金33万，征求民众的创意，创作客家元素的结婚进行曲。此外，有原创新、传统八音、流行 R&B 制作的，就会希望做一个在婚宴上献本新年轻客家的祝福。同原菜他家没做过的，用幸福的方式来推广客家的歌位，佮客家的文化内容。做得去去亲，因你客家后做的时节结婚的时节哦，佮都用嘛个乐器、嘛个元素来表演、来庆祝。所以我知道从头早做得为了这方向来去想啊。曾经期间对亚戏师都旧年认识，这种作品为了做转写，本新人的婚礼音乐有很多年的献出，传送幸福以外，没费用客家音乐，客家新闻综合报。